想不到的搭配，在 LSD 我帮你想到了。我是 LSD 咖啡 Salon 的 Chef Xavier。等一下，好宁静，我想一下，这全场都那么宁静。觉得在这么竞争的环境下，他们一样会永远比别人多做一点，多努力一点，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目标。第一个影响我的是我母亲，妈妈都会帮我们带便当。我们住天母，所以很多外国的餐厅，然后就常常会帮我们带类似茉莉汉堡的、意大利面啊、三明治啊，或者是牛排啊，就是各类西餐的东西。感觉这个口味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本身就是有一个很怪癖，就是我不怎么吃青菜，所以很挑嘴，就宁可不吃，就也要吃到我喜欢吃的。只要自己煮的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们是英式的柴火餐厅，然后主厨我是觉得他非常的严以律己，他就是一定是餐厅里面最后一个走的，自我要求是非常高。我喜欢工作任何东西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，他就永远都会放那个地方。新加坡的江镇城的餐厅里面实习的时候，震撼到的是那种追求完美的那个态度，尤其是在出餐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要超乎常人的专注，不能有任何失误。我们是咖啡店，所以我希望呈现都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把自己所学的复杂的做工放在里面，但是呈现是非常轻松，因为咖啡厅就是希望给人家轻松的氛围。做菜不是只是在厨房里面，就是你需要很多的灵感，然后很多的感受，才有办法创造出很多新的菜。跟设计有关的东西，我觉得对自己都是非常大的帮助。就是一定要走出厨房的概念。建议的话会刚好分三口吃，所以每配一个生蚝，然后搭配一口，然后再配一个生蚝，再配一口，这样刚好三口啊。是欧肯白苏味浓，第一次喝完以后，我觉得有那种石南花的味道，有一种点味，直觉就是跟生蚝会非常的搭。有白酒 fresh 风味的威士忌，你想不到吧？